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做十下深蹲、做十下仰卧起坐就可以达成什么目标，但是啊，对于有训练经验的各位，我知道你们需要强度更高、次数更多，而且运动设计更完整的运动组合。那今天美超为你们带来的是总数300下针对我们腹部肌群的核心燃烧挑战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跟着妹一起动起来咯。第一个动作，先帮我来到瑜伽垫。我们要做的是死虫式，来唤醒我们的核心肌群。那我们的两手是垂直的，尽量让我们的大小腿是呈现90度的直角，然后手跟脚对边的手跟脚一起降落。那降落的同时呢，要注意你的腹部要压平，意味着你的手是没有办法穿过你的背部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做15下。2 3 4 7，有稍微感觉到腹肌了吗？8 9 10，最后5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把你的弯曲的膝盖稍微伸直，让你的双脚大约是呈现45度角，然后两手轻碰一下膝盖，慢慢的下来。所以这时候不要用你的肩颈挤压你的腹部，用腹部的力量让上半身抬起。OK， 我们还有12个。最后10下，加油！6 7 3 2 1，很好。那下一个动作呢？我们的双脚呢，还是维持在同样的角度，只是我们做单边的降落。然后再慢慢的抬起，快要接近到地面的时候，用腹部的力量把单腿抬起。OK， 我们还有11个，10 9 8 7 6 5 4 3 2 1。 OK， 单边做完我们直接不休息，接双边哦。15个，加油！要注意你的腰部不要晃动，尽量让你的核心是保持稳定的状态。感觉到腹肌了，最后10个。下降到最底部，让你觉得吃力的话，你可以下降到一半就好。3 1，好，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来个大幅度的踢腿，30个，27 26 25 23 22 20，还有最后20下，17 16 15 14。倒数10，加油！5 4 3 2 1，休息20秒时间。那接下来把我们的身体稍微的起来，
然后来到我们的坐姿。那我们的上半身会呈现后倾，所以你可以用你的两手放在你的屁股后方，轻轻的扶着就好。然后让我们的脚先从伸直的状态拉回到靠近胸部处，这样子是坐姿卷腹。好，我们要总共要做15个。让你的腹肌完整的伸展，再收缩。10 9 8 7 6 5 4 3，会感觉到腿部也有点酸，是正常的。1，不休息，直接挑战左右侧边，你会更感觉到你的侧腹肌。帮我大腿前侧也好酸。6 5 4 3 2 1，啊，呼，累累累。下一个动作，反向的平板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坐姿的状态嘛，那待会呢，可以把我们的两手稍微支撑一下，用你的手去碰你对边脚的这个脚底板，碰一下马上回来，所以你的身体会呈现晃动的状态，但是你还是要尽量的保持稳定。我们有15个要做哦。15 14 13 11 10 9 8，这个动作不用急，会晃的话我们反而要一个一个慢慢做。稍微休息一下。那接下来到我们的平板撑体的动作。平板要怎么做呢？让我们的手肘作为一个支撑点，然后记得让你的手臂跟身体跟地面大约是呈90度角，想象你的背部像桌子一样的平板，所以屁股微微的翘高可以，但是不要翘得太高，把屁股压下来，把肚子收缩进去，所以我不要看到腰部下沉的状态。好，平板支撑 OK 之后，往前后移动，我们要做15个。15 14 13，所以你会感觉到肩膀也在酸。时候我的肚子已经是蛮酸的状态，你们呢？下一个动作不要休息太久，来马上把身体撑起来，平板伸手15个。然后在做伸手动作的同时，骨盆不要翻转的太大，身体还是尽量的维持平衡。还有12个，11 10 9 8。紧接着下一个动作还是平板的变化型哦，一样先从平板开始向上去做抬脚，15个。这时候支撑的手臂也会微微的感觉到酸。11 10 9，加油，撑住。8 7 6 5，马上就可以休息了。
四、三、Pero ya estaba cansada de la monotonía. Me mandó la ubicación y le llegué enseguida. Nada tuve la de noche, una barbillería. Ahora activa en la disco con la soltería. El efecto de la pastilla me explotó enseguida. Seguí viendo la película y quien lo oiría. 那下一个动作我会说稍微有一点挑战度，但是我们先不用担心，先给我一个熊式的平板。它跟一般的平板不一样的是，第一个它是两手撑地，然后我们将身体撑起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小腿是呈九十度，但是膝盖是离开地面的状态。然后要注意背部还是要保持平坦，屁股不要向上抬太多，也不要凹陷。那如果这个动作你做好之后，挑战看看，让你的手触碰你的膝盖，来十五个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。大家还跟得上吗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碰肩十五个，碰对边的肩膀，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。两尖叫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们的训练已经快结束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大魔王，也就是大家最讨厌的侧平板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先做一个从侧平板支撑开始，所以下方的手肘会作为你的支撑点。那如果可以的人，让两个脚都是离开地面的状态。那如果你不行做到的话，下面的脚也可以稍微触碰一下地板。OK， 所以可以的人跟着我一起先做一个基本的侧平板，让屁股下沉，侧腹力量抬起，然后手可以顺势的延伸，总共十五个，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，加油！紧接着接转体，用上方的手穿过身体，十三个，十二，十一，十，九，休息一下下，直接换边哦，直接给它撑过去。先做一个下沉，延伸十五个哦，十四、十三、稍微休息五秒，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你可以做到，相信自己。十五个转体 ，Go。
太痛苦了，最后一下。我现在人的状态已经快要变疯婆子。我们还有两个动作。那接下来的两个动作都是平板撑体的变化型。第一个动作，脚先往同边的手肘靠近，接着往侧边做扭转，15个。所以我要看到你核心扭转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，加油，鼓励一下自己。最后15个，我们会做平板跳，往侧，然后接着往右，就是左右轮流的意思。OK， 15个，挥。还那么遥远，就300下完成，300下的挑战，自己觉得超级有成就感。而且腹部整个快要炸裂的核心非常的有感觉，我觉得做完这一组的你，我可以封你为核心勇士，耶！给自己一个掌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